国内当年就有超过8300人遭到口腔癌，有3203人系因为安尼死亡，有长嘅病人遭病都系吞肠嘅有关系。严重嘅肠吐比新冠病毒还过厉害哟。刚才见邱建大公告病痛调查报告，因为行政部门看论台湾嘅口腔癌发生率系世界第一，三无差物嘅哟。对行政院就提出嘅纠正案，对啊行政院就回应，讲政府委员林凡基整体爱来杀药嘅病痛转发来研究，政策嘅方向系爱吞肠嘅吞尿液，比照人海防止法来天天转发管理。不过民间的看法正反都无相同，因为皮头出事应该爱行过手切。哎呀，我说，因为唔得吃强的太少了，唔得吃个肥，可能熬年嘛。彭松峰对美丽铜锣加到南头归乡，陶鲁顺卖槟榔36年，卖食了36年槟榔。佢看日10年来，槟榔见卖见少，槟榔摊三无减少，按用下气生发不出问题。槟榔的营养的话，那个是讲槟榔专做的物件，我营养千多千多年。啊，而且槟榔当面来看，因南头人千多，你看一国乡九年开始，盛开几多的。无个条槟榔的话，你条槟榔当面安样生存？这几十年来，因为吃槟榔的人越来越少嘛，好啊，政府之前有技术一些鼓励槟榔。就转做的一些措施嘛，但是让我们槟榔产农的感觉哈，那效果是不好。最主要原因因为它诱因不大，之前政府有鼓励说会员补助，啊，但是最近又没有了。农粮署推动3年一期肥源专做补助，下一步的计划作为结束，无再个补助。槟榔农因为政策变化太大，人物看不上肥源专做。大家放心，有人讲说，哎呀，就不再做了。我们可能看到别人敢转做，哎，其他有的像转做油茶很好啦，转做其他的作物很好。那为什么现在不做？其实会哦，我们还会继续争取那个，行政院的这种3年计划，继续来做这个业务。台湾中槟榔青岛的南投县有34万个，国乡同种了有一般客家农体种槟榔。国乡乡长邱福成认为，种下老人家较多，槟榔生意解决老农无怕耕种问题，应该等时间来解决你转发问题。让这部那个槟榔专法哦，会更周延。如果某法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，由依法都讲，欲速则不达啦。你出来这个法哦，一天无完整。槟榔防治联盟认为，外界将槟榔转发看作妖魔鬼怪，影响到立法时间。其实相关法令都有，所以整合听听，也顺着民意，咪都会改立法时节嘞。下个新闻，吴昌平、钟文修，南投报道。